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戏迷游街》，表演者何云伟、李菁。给您换一场啊！今天来的观众 啊都是喜欢听相声的，不喜欢人不上这儿来。各位都是知音，那是啊，常听相声，嗯，对我们这个业务啊都比较熟悉的啊、是，每一个演员呢都得善于学习，那当然了，什么都得研究。拿古语来说吧，哪一句我就喜欢研究啊，有这么一句老话了啊，叫书有书迷啊，戏有戏迷，酒有酒迷，才有才迷。哦，都能入迷。您看这几样了吗？嗯，哪一样要入了迷都不好。是吗？影响工作，影响学习。哦，您就拿这个戏迷来说吧。戏迷怎么样？我有生活。怎么？因为我们街坊有老两口子就是戏迷。是啊，我们住的是大杂院。哦，四合院，东西厢房。嗯，我住在东房啊，西屋呢就是那个老两口子啊，对门啊，平常日子都是喜欢唱。是吧？每天每都唱。嗯，我们下班很晚。嗯，拿晚场来说吧，到家怎么也得11点多钟。那还算早的。我到家一听啊，对门还没散戏呢。哦，还唱着呢。还唱着呢。嗯，早晨起来的我起的也晚啊，是10点来钟我就起了。嗯，起来一听啊，对门呢又开戏了、哦、又接上了啊。要今天早晨起来吗？啊，10点来钟我端着这洗脸盆呢，打算当院呢接着凉水我洗脸。哦，我刚一出屋啊，我就听那边唱上了。哦，是吗？老两口子呀商量吃中午饭。哦，这么点小事儿也唱啊？也唱啊。是吗？老两口子称呼都个别。他怎么互相称呼呢？这个老头啊，啊，管老婆呢叫妈妈，叫妈妈。对，这个老婆啊、哦、管这老头啊叫姥姥。这什么辈儿啊？大概是戏文。哦，您甭瞎琢磨了啊。老头说话了，怎么说的？啊，妈妈，嗯，今日你我儿老吃什么饭呐？哦，这老太太说什么呀？啊，姥姥，呵，今日你我儿老吃炸酱捞面吧。哦，炸酱面。吃炸酱面你嚷什么呀？就是啊，一说这个，嗯，拿来。拿什么？拿钱来。哦，我去买面。哦，要钱。老太太一听，是这钱的么？哎，惭愧。惭愧是什么意思？没钱。哦，没有啊。一说没有，嗯，老头一听，是哎，不好了。这什么意思？叫起板来要唱。哦，叫板要唱。我一想，我先别洗脸了。干嘛呀？听戏吧。怎么？什么戏都听过，唯独这炸酱面没听过。就是新鲜。老头唱上了。怎么唱的？听说要吃炸酱面，嗯，怎奈手中无有钱，阎王一摞呀，我把脸盆掉地下了。是啊，哎，多有意思、啊、你看这个都是来自生活啊。那是现在有戏迷，过去也有戏迷。那过去更多了啊。据老人说嘛，嗯，就曾经有这么一个戏迷。哦，是个小伙子。是生活戏剧化。什么叫生活戏剧化呀？吃喝拉撒睡都离不开吹打弹拉唱。这是过火了、啊、喜欢的。对对，太成迷了。是早晨起来，嗯，睡醒了以后一睁眼得打家伙。打什么家伙呀？那叫冷锤。你给学一学。小伙子正睡觉呢。苍嚯，这怎么意思啊？睡醒了。这多吓人呢。拿起那上衣来。哦，一抖喽，嗯，要打四级头。是穿着上衣。您给学学。大腿苍苍大把蹦蹬，这怎么意思？袖子撕了。嗨，
你小点劲儿好不好？穿好了衣裳，漱口，哦，就是刷牙呀。是是，也打家伙。刷牙打什么家伙？水道螺。哦，拿着牙刷子，嗯，上面挤好了牙膏，嗯，咚哒，这什么意思？沾上水了。哦，沾上。往腮帮里乳，嗯，哒哒一哒酱，酱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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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酱，哒哒一哒酱，酱酱酱酱酱，哒哒一哒酱，哒哒一哒酱，哒哒一哒酱酱酱，噗！哎。这怎么意思？腮帮来一窟窿、啊、老使这么大劲儿。洗漱已毕，洗漱已毕、啊、怎么办呢？啊，要开始学习学习。学习什么呀？拿了一本老书，叫百家姓。哦，三本小书，赵钱孙李周吴郑王、嗯、冯陈楚卫蒋沈韩杨。前面这四趟他不好好唱。他怎么啊？他唱的是银柳丝。银柳丝的调。哎，他这个词儿，百家姓的词儿，你唱上这味儿，学一学。赵钱嘞，孙李哎，周吴郑王，冯陈楚哎，蒋沈韩杨，朱秦有徐，何吕史张，孔曹燕华，晋魏陶姜，齐谢邹禹，渤水都张，运苏哎。盘个哎，西番蓬浪，我的妈妈耶哎，你少成稀饭，你多个白糖。哎呀，又饿了是怎么的？他母亲一听怎么着？嗯，念两句就饿了。就是，嗯，我给你预备饭去啊。哦，一会儿端来了什么？干饭炸丸子。嚯，是多噎人呢！哎呀，饭，西米拿着筷子，嗯，先夹起一个丸子来，嗯，打的是小锣一击。哦，这也要家伙点儿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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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叮，这怎么意思？啊，吃一丸子。哦，这就啃一个啊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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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哎，俩丸子下去了，筷子一撂，怎么样？我吃饱了啊！啊，饭量不大，哎，吃完了以后觉着肚子疼。要不舒服，想上厕所，要上茅房。哎呀，妈妈，怎么样？你抵我一张手指。哦，要手指还挂细孕。哼，小子、嗯，要手指还上孕呢？就是，给你。哎，戏迷一看手指，嗯，想起一出戏来。哪一出？打龙袍。嚯，叫起板来了。怎么叫的？灵儿指。哦，圣旨。手指。手指啊。在宫中临了国太的兵，北转身来自四村，自从那盘古到日今，那有个臣子敢打神明君，万岁龙个跑啊，你就把个托定大气大啪。哎，这怎么意思？给你妈一嘴巴啊。打上了老太太，受了受不了、啊、那是、啊、追出去就骂呀。哦，戏迷不管了，他呢上厕所呀。哦，拿着手指看看大摇大摆 ，count 嘞，仓，这进去了，到厕所一看，怎么样？这什么意思？客满、哦，没地儿，再换一件。哦，另换旁处。count 嘞，仓，还没到厕所呢。啊，疼的实在受不了，坚持不住了，又唱上了。他怎么唱的？一霎时。只觉得腹中疼痛，嗯，将身来在这厕所中啊，用手解开裤腰带。哎，这本是什么意思？扔脖子后边了。哦，甩后头了。蹲在了此处、嗯、某就出大功。怎么这声啊？拉出来了。哦，拉出来了。拉完屎擦屁股。是、啊、拿手指、嗯、把它呛把它呛、哦、哎呀，弄一手。哎呦呵，这地方咱不用表演这么细致啊。这没有没有。哎，没有，这是往哪擦呀？亏的这是墨一场。
你后头有一分河湾，这怎么用啊？这你说系上裤走不完了吗？就是那没走，他呢冲那厕所相面，他学嘛什么呀，看来看去，嗯，一看这是公共厕所呀。哦，刚调出来呀、啊、那可不、哦、刚才是好些人呢，现在呢就剩一位了。那些位呢全跑了。哎呀，吓跑了！这老头蹲那儿实在是站不起来了啊、哦！要站起来也跑了，腿都气直了啊！就是，就看着他，他一瞧这厕所，嗯，一瞅这老头啊，想起一出戏来，哪出啊？令公碰杯，他拿这厕所呢，当了庙了，他拿这老头当了杯了，嚯！一指这厕所，嗯，这庙是素庙，老头一听，嗯。还揉揉眼睛，我睡醒了、啊、就是我在庙里拉屎呢啊，哪有在这儿接手的呀。一只老头，嗯，杯是李令啊，杯老头呢我要倒霉啊，搅出来了啊。令公深至此、嗯、这谢呀姐啊，把他请呛，嗯，有我丢盔谱，怎么意思？把老头撞粪坑里了。哎，这老头多倒霉呀、啊、老头说你回来给我蹬出来呀、啊。戏迷呢？戏迷不管了、哦、戏迷走了，他跑了，上了一个小公园，是到那一看呢、嗯、有那个游览船，是是是啊，这个月份也挺好的 啊挺好。哎，上船玩会儿，好、哦、蹭一下子戏迷跳上船来了，好、哦、蹦上去了，一会儿功夫开船了，是是哦，船行在河的当心，嗯，一看这个风景挺好，哦，一看船上呢站着小姑娘啊，穿着旗袍高跟鞋，挎着小皮包，漂亮，这还搭了一风衣，嗯啊，有点热，是这凉快呢、嗯、看那个水景、啊、看那个景色，嗯，戏迷看这意思，想起出戏来，哪出？打鱼杀家。哦，唱上了。他怎么唱的？妇女们打鱼在河下，嗯，家贫哪怕人消散，归隐儿长温度，扶我把王茶呀，我的枪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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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枪，哎，枪枪枪枪枪，他这找什么呢？找渔网呢。那船上哪有渔网呢？游览船哪有网呢？就是一抬眼看见了，他瞧见什么？小姑娘挎了一风衣，哦，一伸手抄起来了，唰，什么意思？给扔河里了啊！当网撒下去了。您说小姑娘能干吗？那是又哭又闹。嗯，这功夫划船的也乐了，是吗？是一大胖子哦，新剃的脑瓜皮儿锃亮啊！是，一瞧这意思，心里话，戏迷，我瞧你怎么下场？瞧热闹，怎么收拾？就是，呵，他不划船了。嗯。那看戏迷抱着肩膀，戏迷一瞧大胖子，哦、嗯、看我笑话，一瞧这模样又想起一出戏来，哪一出？落马湖。他拿这大胖子呢当成了大头目于亮，还真有点像。他当这李佩，是唱起来了。他怎么唱的？海水滔滔啊，波浪啊翻，山高万丈遮蔽天，落马湖好意思森罗殿，三面是水，一面的顶靠山，上有着铜额王，下有铁锁链，真有那奴工小心埋伏藏在水里边。我命那大头目江边取大滩，拿住了假扮买卖，可上赃官，视而不全，棒子在高我杆，要稳缠刀端两截，所得为了那一般，这才是苍天的不臣谋，我的冤大起大唐，怎么意思？把大胖子踹河里了、哦、是啊。谢谢，这是一个传统传统节目，这叫戏迷游街。哎，游街啊，戏迷游街，这就是甭上口了、啊、观众欢迎再给您说一个小段。哎，加演一个，您这演员呢就是这样，是这个特点呢就是卖力气。哎，你看这个今天是热天吧，这鼻子还鬓角的热汗直淌啊，见点汗倒是。这个没什么啊，演员就得是这样啊。是吗？啊，热点热点了，哦，累点累点了，热死累死就自当睡着了。
多会说话呀、啊！就跟睡着了一样那么幸福。哎，啊、今天来的都是吃主吧？知音呢？啊，我很喜欢你。你喜欢我管什么呀？因为什么呢？这个演员呢，多才多艺。也不能那么讲啊啊！这么着吧，干嘛呀？咱们二位合作一回，咱们表演一回，咱们表演一回劳动耗子怎么样？啊，有听过的，有听过的。哦，好，还知道您行，真有吃主。劳动耗子，是、啊、是。劳动耗子行 啊, 啊，那是劳动人民在工作时候哼唱的一种调子。对，这也分很多种。都有哪些种啊？有一种叫车水耗子。那主要是南方妇女们。南方的妇女，嗯，脚底下踩着水车，是 是, 是，一边踩着水车呢，一边唱。哎，这不好来，是，咱们演一演。可以，咱们就不用扮上了。扮上也行，您来这个。您来这个。不吃亏。拿这个当正面。不不。嚯！不吃亏是怎么着啊？是是，这孩子，这么着吧，咱来一回，来一回啊，行吧？啊，咱得拿着扇子，拿一扇子当，就只当这个水车那横梁，哎，得扶这横梁嘛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动作要齐，哎，嘴里也要齐，那当然了，一会儿这水就上来，不齐让人瞧笑话，那可不啊，对对，哎，一般都是农村的妇女，是是是，预备开，可以开始吗？对对对，他们要瞧我这腿，来来，谁要瞧你的腿呀、啊？你的腿有什么可瞧的呢？动作齐劲嘛！啊，行，有您这么一说，再来啊，来来来，可以开始吗？来来来，那我叫你啊，叫、预备，走，大兔子，您先等一会儿吧。哎，啊、怎么意思？我差点掉下去。嗯，这妇女有叫大兔子的吗？不是，你那外号不叫？谁叫大兔子呀？你小名不大嫂子，大嫂子。哎，到。我教你的大嫂子，哎，你叫我呢？二妹子，哦，这就对了，这是一套的，这就对了，对不对？来吧，来来，预备，走，走，大饺子，大饺子，是饺子，是大嫂子、啊，大嫂子，哎，嗯，有那么麻烦呢？说对了，预备，走，大嫂子啊，哎，二妹子啊，哎，咱们大家一起来，一起来，哎，等个菜。咱们大家一起来，哎，一起来，这个一起来，一起来，这个一起来，哗！啊，这什么意思呢？水上来了，哎，就把这水踩上来了。哎，您行哎，这是比较简单的一种。你怎么着，哎，妹子呀，你跟您行，你说话才跟羊叫唤似的。不是，您声音比较甜啊，啊，含糖量比较高。不啊，四个加号啊，是吗？糖尿病，这是血糖。哎，不错，不错，是吧？但是这个呀，气势没有。那这妇女嘛，声音都窄。哎，真正有气势的是什么呢？什么呀？打夯号子。哦，那是工地上，工人们唱的。是不是？好几百人嘛。对。这么着吧，咱们学学这个。啊、咱们俩人可学不出那气势来。那不要紧啊，您代表一百人，我代表一百人，咱们这劲头学出来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咱来了啊，这就复杂多了。那可不。嗯。我先考考您。怎么考我？这个腔调您还记得吗？啊，熟悉极了。咱们展现一下。可以。我唱啊。来吧。您注意啊，嗯，同志们加把劲儿啊，嘿嘿哟，怎么样？行哎，啊，最近吃什么了？啊，你管我呢？你嗓子多鹤亮，人家还这还鹤亮啊？丹田气有，接一个尾音儿，这没什么，没什么啊。就是这意思啊，腔调是这个腔调，啊、对, 对对，我可指不定唱什么。哎，您唱什么我也接得上来，是这话吗？对 对, 对，那我有来言呢，我有去语。那您听这个啊，你上唱吧，都得接得上来啊。那是，来啊，嗯，现编词儿，那当然了、哎，来了，什么？一座大楼啊，高又高啊。这小唐嗓啊 啊, 啊，唱小花脸的吧你是？哎，有点那意思。您这模样像小花脸，这不论模样啊，什么勾上看不出来，知道吗？哎，行哎，我唱上去就得了。词儿对吗？我唱的是一座大楼啊。我唱的高又高，恰当，合情合理吧？对对对 对, 对，没褒贬，没褒贬。就是，哎，就这么唱啊？是吗？就这么唱，唱吧，来啊，嗯。一座大楼啊，高又高。哎，你是不是让门演着了你啊？你也起得太高啊！
你要起那么高干嘛？高了是吧？他后边本来这半句就比前半句高。哦，是是是。那您再起那么高，我上两上。低点，是这意思，是这意思。哎，您得把它降下来。我降点，降点，越来越高，受不了，受不了。一座，行吗？哎，行啊，行吧，行行行。一座三遍，可以吗？可以可以，这调门合适。哎，可以，我照不照您啊？是是是。一座大楼哇高哟高啊！哎，这都是捧，这都是捧啊！这还有一个监工的那个。他给听见了，蛮好，可以，就这么来，你要往下唱，错不了，啊、往下来啊，错不了，哎、你这老唱一座大楼干嘛？你一座大楼啊，哇高又高啊，走，往下。没有钉子啊，大楼没顶子，那什么，那不成烟囱了吗？唱出来呀。怎么唱啊？那是牙痛啊。行，明白吗？你也让门掩着了。我咱俩躲那门远远的吧。是是是，来吧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一座大楼啊，高又高啊，没有钉子啊，那是烟囱啊，比烟囱大呀，那是大烟囱啊。为什么不冒烟呐、啊？那是坏烟囱啊！为什么不修理呀、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！你去问问他。我问谁去？你老折腾这烟囱干什么呀？哎，行，有门啊，有门，哎，是不是？是这意思。哎，脑子挺灵活，那这编得上来。这回咱们正式来，正式开始了。拿着这夯棒，这就是夯棒了。这夯棒啊，哦、这夯棒这么打着不好看。大家伙也瞧不清楚。往下杵不好看。啊、就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往前面杵？咱们变个方向。能往前啊？往前面杵行吗？啊、行行，你行吗？这个行行行，来来吧，哎，来吧，哎。那动作也齐、那是那是来，哎呀，您怎么那么兴奋呢？今天、啊、您不都该往前杵了吗？啊、对对对，行，来来吧，来，再往前杵啊，哎，哎，见笑啊，哎，哎，这开始了啊，是是是，走走，好，劲儿太大了，公家东西啊，是是是，对对，来啊，我离远远的，哎，走。同志们加把劲儿 啊嘿嘿呦哇、怎么意思啊？怎么意思？我唱上句您接下句，您不知道吗？啊，我不是接个句尾了，多新鲜呢啊！我得累傻小子呢，那阵我得自己唱，多新鲜，自己唱，再来吧，再来。你真行假行啊？你这真行啊？真行了，真行来啊！一座大楼我都没问题。那行，那这个。要不咱还一座大楼吧？别，唱戏份了，唱戏份了，来吧啊！来，同志们加把劲儿啊！嘿嘿哟啊！竞赛到了高潮啊！嘿嘿哟啊！你看那教授加油！嘿嘿哟啊！高了高了入云霄啊！嘿嘿哟啊！机器呼噜噜的转，嘿，地动山又摇，嘿，高山撼浪头黑道，嘿，英雄们智谋高，嘿，翻山又点钻，嘿，开山又老雕，嘿，汽车和拉材料，嘿，用不着那人去挑，嘿，咱们来打
地基呀，嘿嘿，越积行越高啊，嘿嘿，大楼随风长啊，嘿嘿，观众们心一跳啊，嘿嘿，祖国大建设呀，嘿嘿，英雄们干劲儿高啊，嘿嘿嘿嘿嘿嘿，人人感献金啊，个个称英豪啊，地基打的好啊，大楼盖的牢啊，嘿嘿嘿嘿嘿嘿嘿。怎么这么快呀？就是这么快呀！怎么这么好啊？就是这么好啊！怎么这么高啊？质量就是高啊！这怎么高啊？说说你听着啊！大炮轰轰烈呀！地震也不摇啊！千年也不倒啊！万年也是牢啊！机械省能控啊！省菜又省料啊！一省工又省料，速度快，好省！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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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